这是雷神装锤子的箱子。哎呀，大卫老师和同门师兄弟来了，我们两个都喘点气啊。其实这种表演其实还是很费体力的哈。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展示嘉宾周梦啊，谢谢刚才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怎么样？好的，大家好，我叫周梦，是来自江苏徐州，是一名公司的职员，业余呢喜欢默剧表演。都是自学的？啊，都是自学的。没有师傅带你啊？各种表演啊，口技啊什么？这个没有，最早的时候是看的国外一个老师在表演，然后后来就根据他的视频来自己学习的。反复练习那种反复练习失重啊，手腕。对，那你真镜子练，那你的自学能力真的是很强。也没有，其实我是一个很笨的人，真的。还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周梦啊，是来自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电焊工。他常年负责高铁、地铁等高档车辆的焊接工作，而这种焊接工作的难度是极其大的。对于他的岗位来说，焊接的误差有的时候是不能够超过1毫米的。在2015年，我们的嘉宾周梦夺得了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焊接比赛第2名的好成绩。谢谢大家。人家不仅仅是了不起的默剧手艺人，人家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还是一位优秀的这个电焊工人。其实我知道你的本职工作以后，我特别想问你，你们的那些焊接有多难？车厢焊接呢，因为我们现在的地铁还是高铁都用了铝合金材质啊，它和正常的这个钢铁还不一样。因为铝合金材质呢，它这个熔池啊，就是不容易看清楚。因为我们焊接嘛，要看熔池才能确保这个焊缝焊的是否合格。铝合金融化的速度特别的快，就给我们这个焊接人员啊，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难。这个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长时间的摸索，才能把这一道焊缝焊得比较完美吧，接近完美。你觉得电焊和默剧哪个对你来说更难？如果想把这两件事都做得非常好，都非常难。那默剧你现在是兼职还是全职啊？兼职。5点钟下班以后啊，都去我们附近的广场上面做一些街头表演。这帽子会摘下来放到那儿，让大家给你打赏吗？对，是的。啊，每天的收入怎么样？收入的一场的话，100来块钱可能。你不是为了挣钱吧？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是可以增加我的一个表演的能力。第二个就是特别喜欢街头表演的这种感觉，然后第三个呢，确实也能给我带来一些收入，来贴补家用。同事知道你玩默剧这事儿吗？因为我在的那个广场嘛，就离我们上班地方很近，然后同事下班带孩子去玩的时候都能看到我，一穿十，十穿百，然后单位很多人都知道了。大家怎么说你啊？大家都感觉还不错吧，还不错，还蛮好的。然后呢，我自己也很注重自己的形象，因为我也担心我自己的形象会影响到我的单位，我的公司。还挺有大局观的。对，站位还挺高。他这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哎，你最早什么时候接触的默剧啊？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在看电视节目，一个外国老师在表演，我就感觉这么厉害，他怎么可以这样表演？他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像啊，像真的一样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一些视频资料啊，开始对着镜子练习。练完之后呢，我就问我老婆，老婆，我做的像不像？不像，那我继续练，好吧。练了一段时间，像不像？啊，有点像。好，有习心了。然后我就去楼下的广场上面，逮到一个小朋友，过来看我，像不像？像啊，好棒啊。然后找大妈，哎，阿姨过来看一下，像不像？大妈就说了，小伙子，你这个表演不像哎。我说，什么地方不像？帮我说一下。那你就靠大家给你的这些评价就练起来了啊、就练起来了。我就想把我这个东西练好，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在街头表演是什么时候吗？我第一次街头表演啊，大概是2019年，这期间我是练了3年。当时就开始要打赏吗？当时没有，当时是不敢啊。当时我演完之后因为打赏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很不好意思，讲句不好听的就有点乞讨的感觉，当时会有这种心理负担。
但后来呢，我当然也想了，其实我是一个很正常的，我可以根据打赏来证明我这场演的好不好。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一场能挣个200块钱，我就证明我这一场演的很棒，大家对我非常认可。然后你比如说一场才挣了十几二十块钱，那我心里就会想，我这一段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然后我要记下来，回去我要琢磨把这段要改正。你第一次获得打赏多少钱？我算算，36。第一次36，36还有这样算啊？能少的还是每个人给的都很低啊？看的人很多，我当时演了三场，我本来去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打赏，一定要打赏。好，演完了，怎么都拿不出来我的二维码，犹豫了一下，我说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走了。第二场，一定要演，一定要拿打赏。第二场又不敢，就是这种感觉是特别难的。第三场，一定要，最后逼了自己要，大家都开始走了是吧？都在背着我，我说大家别走，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表演，可以稍微的支持一下。我把那个马往前一放，我背对谁，假装整理东西，其实啥也没有，就好了，打赏完之后大家差不多了，大概两三分钟的样子，我再回来一看，回身一看板让人拿走了，那倒没有，我一看哇蛮好的啊，有5块的、2块的、1块的，还有1毛的，还有游戏币，啊还有糖，啊还有这个还有一瓶水在旁边。其实我当时特别开心，对，这一幕我倒觉得特别暖心哈。对对对，大家说明大家描述的一个枯燥的事情，描述特好玩。对，是不是一个装钱的同时再加一个二维码？你是应该两个东西放在那吧？啊，是这样的，一般年龄比较大点的或者小朋友都会给现金放里面。你那个小篓子里边会先放点钱进去吗？会的，对吧？啊，会的。啊，你太有经验了，老师。那个，你肯定没敢说是吧？啊，我们的企业家李雨欣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白天，我想大家都知道晚上兼职了，这是。回头我们大个伙，你们俩大伙把何文算上，让他现场表演瑜伽，你们仨就齐了。挣了钱咱们去吃饭。好，对，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啊，就是你在街头表演是不是涉及到一些市容啊、法规方面的禁忌？会，所以说演出之前我要和你，比如说在这边商场或者是游乐场或者是某个地方街道啊，我会和他们交谈，我说我在这边表演，给你们多少能带来一点流量嘛，希望你这边能给我提供这么一个好的地方便利的条件。对对对，我要提前和他们讲，如果不让我演，我就不在这边演了，就没必要引起不必要的这种的不好。他的这种做法也给电视机前那些有街头表演的朋友提了个醒，一定要遵守城市市容相关管理的规章制度。对，我想跟大家说哈，他现在啊这一身他是演默剧的，我们的嘉宾周梦还是一位业余的小丑演员。哦，啊，是的，说说这段经历吧。之前参加过中国第10届金爵奖。然后第三届滑稽表演，然后当时是入围了决赛，因为这个是每三年举办一次，后来就是参加的南京市达人秀比赛嘛，然后拿到了达人奖，然后后来又参加了广州也是小丑节，也拿了一个优秀奖。实际上你做的更多的是公益的表演吧？啊，是的。啊，你为什么不跟大家说说公益的表演啊？因为我感觉公益这个就是发自内心的嘛，发自内心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没必要这个宣传。哎呀，真是越来越喜欢你的性格了哈。没有，就很小的事，很小的事。也许在你看来是很小，但是在我们和观众看来，这是一个很正能量、很好的事情。你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要去医院给孩子们表演？最早的时候是一次朋友喊我嘛，他说有一个那个公益活动，就是给自闭症儿童来表演。然后当时我也不太清楚，自闭症儿童一点点不了解，然后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就是说自闭症儿童和大多数小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坐那边上面表演，下面就自己弄手啊，就是看看远方啊，就这样子。那当时我因为前面也有几个演员表演嘛，演完之后到我了，我上去之后表演的过程当中，我拿了一个气球，长流气球，做了一个小玩具，我就走到台下，因为小妹也是低着头，然后哎，我说小朋友你看叔叔这是什么呀，哎，他就眼盯着我的气球，但他没办法讲出来，这叫什么气球，这叫什么造型嘛，一个小熊很可爱。然后我说你喊我一声叔叔，拿这个小气球就送给你好不好，因为当时我也没想到他能够给我讲话，他能够对话是吧。然后他说叔叔，然后就接过来，手就伸过来，然后我就给他了。我当时这个印象就对我来说非常的感触，我就感觉他们这些小朋友其实更需要快乐。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去医院化成小丑装，提前和医生打好招呼，和这边负责人打好招呼，我说我免费的公益的给小朋友来表演一下，然后他说可以，都非常欢迎。然后去了之后，就很多躺在病床上小朋友，然后看到我拿气球过来啊，给他们，
特别开心。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小朋友就做那个心脏搭桥手术，他妈妈也在旁边，他也在床上，就躺着，就是非常的难过那种情形，我现在也忘不了。他妈妈也非常的沮丧，因为他马上要进手术室了。我了解了之后，我就给他讲，然后我说小朋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说那个叔叔来马上给你做个气球好不好，你要勇敢，你要坚强，没关系的，从那里面出来以后你就会好了。然后给他做完之后，我说你一定要加油，然后等你出来以后啊，等你身体好了之后，然后你到这边来找叔叔，叔叔就带你去游乐场玩好不好。他很开心，他立马当时那种表情就立马从沮丧然后变成了开心啊，就是我感觉这个就给他的一个力量，我感觉就特别的棒，然后后面就是能让我一直坚持来做这个事儿。很棒很棒，能给人带来快乐。很棒。你这么做家人支持吗？一开始瞒着家里，因为我担心老婆她不支持。你业余时间啊，你不在家带孩子你乱跑什么呀。你孩子多大了？我孩子目前3岁。然后我会跟他讲，我说老婆我在加班加班，其实我加班的时候就已经去医院的路上了。那后来怎么被妻子戳穿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他后来他在那个电视上看到了，当时我们那边一个媒体啊来采访这段事，他看到了，他说这是你吧。我说这不是我，这怎么能是我，这个就那样了你还否认不是你。当时也没讲话嘛，就戴个小鼻头，其实也看不清楚。我说这不是我，然后电视嘛一直放到后面名字周梦，好，我承认了是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做这种事，你问我做多长时间了，我说大概有几个月了吧。她说你做这种事你不跟我讲吗，就是我非常支持你，这个到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然后后来我老婆就和我一起扮小丑去给小朋友、你们两个人一起扮小丑。对对对，去给小朋友来、超级棒超级棒超级棒。就是说我这个默剧啊还有表演什么的能够一直做下来坚持下来，是我老婆给了我莫大的一个支持。因为孩子基本上都是他带的，我陪伴孩子是时间非常少的，这个我感觉对孩子是非常愧疚的。但我觉得你的这种失去陪伴，哪怕孩子将来长大了有一天把这一段故事讲给他听，我想他也一定会竖起他的小手。自闭症儿童又叫孤独症，他们管这个自闭症儿童呢叫来自星星的孩子。对对对，他跟大家没法交流。对，所以你们去关注他们特别好，觉得对对，他不感动。为什么哭了呢？感动的，对，特别感动。谢谢。因为我觉得他不仅把他的爱给出去了，还有他和他爱人一起。我刚才其实特别，就是原来有一段时间我的宝宝，就是大概1岁多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有点不太爱交流，就有点像刚才周梦说的那种自闭啊。然后我就带着他，其实到处走，包括现在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外面。所以刚才我听到周梦他把这么多的时间和爱给到很多这样的宝宝的时候，我其实是超感动的。因为我在想在中国也好或者在全球，其实现在自闭症的孩子大概最新的数据是说大概每60个孩子里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会我确实特别感动，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我也在想我的孩子和那些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需要这个世界给他们更多的爱。特别感谢你，谢谢。他那小孩嘛，确实对小孩我是特别亏欠的。有时候嘛老婆有空的时候会带小孩去广场上面，有时候会看我表演。然后小时候小孩就特别的兴奋，因为我表演的过程当中啊，我有一个小的环节啊，给小朋友是要送小朋友一个棒棒糖嘛，就一个小的包袱。我女儿也会特别懂事的啊，她爸爸是在表演不能给爸爸要，然后就是这种，就反正我感觉我女儿就那么小就那么懂事，我感觉善良是可以传递的。善良的一家人真的是一家人一起在做公益。对，父母的善意也是可以流淌到孩子的身上。对，我在想如果有未来有一个画面，您带着您的爱人还有孩子，你们家庭为单位去表演，然后去帮助很多自闭症的家庭，让他们感受那种爱意，是一个特别温暖的画面。 对我有这个规划的，就是等我小朋友稍微再大一点点的时候，然后就我们一起来一家人去做这些事儿。我其实特别感触啊，跟佳英一样，就我自己是一个医生出身，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之前是在肿瘤科的。当时我做的一个课题就是基于肿瘤化疗临床副反应的临床研究。那个研究里面，其实当时所有推荐的疗法都是药物啊、
等等吧，一系列疗法，我当时就一定要做一关于音乐疗法。那当时也没有可以验证的这数据，音乐是否对这个人的化疗副反应干预是有作用的，因为我们就鉴定几个指标，恶心、呕吐、疼痛、乏力，然后我们做了大量的样本，包括每天就是我们是要在他临床之后，比如晚上我拎着个机器就过去给患者听音乐，这样我们观察了大量的这个患者之后，我们发现音乐本身对我刚刚提到的那几个症状是有非常强烈的影响的。所以我刚刚看关于就是我们周梦对儿童自闭症的这个整个的效果，这个其实在我们医学界叫补充替代医学，它不是一个大家觉得可有可无的，它在传递美好，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神经感官它其实是相通的，在这个整个的刺激过程中对他的不管是否有疾病，还是就是增加他身体的健康程度。一鸣、潮汐、佳英，来吧，来，周老师，就那个擦玻璃，咱就从这最简单的开始。那我们上来呢，我的手指啊是开始比较柔和的，一定要放松，对吧？然后你比如说到玻璃这跟前了，打开，哎，对对对啊，非常棒。然后你当你的手要移动的时候啊，往上一看，上面一个玻璃，抖一下，然后这个手抖一下，啊，都太棒了。如果说你想定在这边啊，你怎么办呢？两只手啊不要动，你可以身体往这边侧一点，哎，这样会往那边，哎，你手但是千万不要跟着身体动啊，然后跳一下啊，哎，对对对，这个是基础嘛，哎，对，也可以亲玻璃啊，啊，那很棒啊，亲玻璃，嗯啊，各种形态都可以的啊。潮汐亲的是动物园的玻璃啊，玻璃的那面是一只大猩猩啊，啊，很棒很棒。然后上面有玻璃，下面有没有玻璃呢？我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可以啊蹲下来，啊，然后手再下来，一定是手先动，固定好之后再起身体，起，啊，这样比较像。哎呀，然后这是一个推拉门，伸进去之后拉。啊，哎，您刚才那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我一直想问。从嘴里面。从嘴里发出来的。对对。嘴里有设备吗？是口技。啊，口技，对，口技，哦，好棒。来，四位企业家一起来一遍，然后咱们让周老师来点评一下。准备啊，三二一走。他表演的像演的怎么样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潮汐是病得最重的，嗓门是最像的。潮汐为什么表演这个专业没有过，就是用力过猛。用力过猛。来，咱们先来听一听周梦的点评啊，你觉得哪位企业家演的最好啊？这位企业家是最好的。你昧着良心说的吧？就是、没有没有，并没有。我们全场，我估计观众朋友都看出来，这是病得最重的。这位企业家的这个动作可能是不太规范，但是大家都能看明白，他是做的最自然的，就这种内心的表达是最好的。哦，就是、这感觉最好的。我是一个表面文静、内心狂烈的人。对，他是最投入的。咱们表演默剧越自然越好。哦。他很自然，他虽然这个动作不标准，但是他的感觉啊。哎，就非常的好，就是那像那么回事。他其实不是表演，他生活当中他就平时就是这样的啊。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四位企业家，谢谢四位。谢谢谢谢。其实周梦，你知道我刚才听完你讲做公益的故事以后，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超级英雄。因为电影我们学到的这样的一个词，它大多数是什么呢？白天有正常的职业，晚上就化身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一种人，除恶扬善。其实我觉得。你就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真正的一个超级英雄。白天你有你的工作，你热爱你的岗位，技术是很过硬的，而在你的业余时间又能通过你的表演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去快乐和温暖。我觉得你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超级英雄。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衷心的希望你的默剧越来越好。好，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周梦，谢谢，再见，拜拜拜拜。